冬天来了，痒痒也来了。其实皮肤干痒非天生，让神脑关节报来告诉你如何去你的皮痒。想摆脱皮痒，就要先抓出痒源啊。其实皮肤就好比土地，天气冷，雨水少，土地容易皲裂，也无法产出好的养分哦。同样的，天冷，空气干，也会导致皮肤干燥哦，油脂也会变少的。这时角质层扒不住皮肤的脱落，皮肤变得敏感，痒痒就找上你啦。所以给皮肤补补水是很重要的。湿湿有三种，去你的皮痒。第一湿，外用加湿，使用保湿乳液及凡士林，室内使用加湿器或湿毛巾，能增加保水力哦。第二湿，拒绝流失，避免用过热的水洗澡，穿长衣裤，能够防止水分流失哦。第三湿，内服保湿，吃维生素 A 的蔬果，如木瓜、地瓜叶、胡萝卜等，以及维生素 C 的蔬果，如芭乐、奇异果、番茄等，都是保持皮肤水润的好方法呢。但若干痒还是纠缠你不放，请立马找医师大大求救吧。去你的皮痒，神脑关键报，咱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